虽然没有朋友，但是真的要持续不断的练吉他，因为要把你的气功练好，用在下一个朋友身上。小 S 吹卢广仲练指功，逼问单身六年排解法。小 S， 曾对国民掌声高调示爱的小 S， 惊喜现身卢广仲演唱会，啊，情绪一来竟忍不住。把四安给你的，啊，从侧面这样，你有考吗？我想说，不过就是唱一首歌就，我不要这样子。我说你不懂，因为我自己已经出道30年了。其实我知道你出道30年，因为小时候。生命，我并不是一个那么爱喝酒的女明星 ，OK？ 可是你不是叫我今天在台上帮你准备？好了，你说是我叫你帮我对啊，不是吗？那我就不早点拿出来。键盘就能够叮叮当。